哇，这一球比较可惜，转了进来，杰宪再次不动，遭到三振哦。台湾队长陈杰宪在二局上面对澳洲临时换头被三振，有多可惜？看看林立的嘴型，很难打，不好打，看出来了吗？来，再看一次，很难打，不好打，真的难对付，就是因为情搜数字会说话。这位投手不好打，林立早就知道。来哦，面对投手换人，打击教练恰恰彭振敏就拿着超级大超全彩 A 四纸本情搜资料来恶补。林立加入帮忙讲解，拿着资料比呀比，一旁队长陈杰宪也听得很入神，林立嘴型仿佛在说不好打，这让球迷笑称是林立补习班开课啦。这种比赛对我来讲就是每一天都是重新开始啊，因为短暂比赛就是状况来取决于胜利嘛。减少不安定感是一定要的，但林立恐怕万万想不到，我们台湾人在看这段画面会是这个样。网红三十才 JK 农农说，我们台湾人就算是在国际赛拿着一张纸即时讨论情搜，看起来也很像在订饮料。果然就有超多网友开点了，说机票座位哦，我要靠厕所的啦，是东京餐厅的菜单吗？啊，我要红茶拿铁加波霸。这解读一出，我们台湾人真的回不去了。时间继续走，来到四局胜，又是恰恰拿着情搜资料来，果然网路开始疯传各种配音，其中这一版真的让人笑到黑咕。欸，你刚刚点的那杯没了，要不要换一杯？哦，我不用改这个吗？好啊。欸啊，还是要看后面，这个好像也不错呢。哦，这个料应该还有啦，看这个啊，是要换我点了吗？点都点，通通点起来。我们台湾人看棒球喝饮料缺一不可，不管这楼歪到哪去，只能说这个夜晚真的太幸福了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喜乐茶刚到看动下，我是李杜慧，加油 ！I will show you， 爱你呀。雷暴上跑着走了，这时候王二垒送来不及，台后大战一开局，中华队就展开攻势，陈杰宪成功倒上二垒，紧接着棒子来，棒子往内进攻，这球打穿了，打穿了，潘杰凯击出中间方向的安打，潘杰凯在适时敲出安打，让中华队先持得点，打线发烫，气势延续到二局上，中华队攻占一三垒，关键时刻林立敲出安打，再拿一分，让澳洲男稳住阵脚。这时候做一个突袭单打，点得非常的好，潘杰凯，哎呀，这时候失误出现了，澳洲多次传球失误，中华队不断攻上垒包，可惜打线暂时熄火，反倒让对手先敲出阳春炮。哇，这一球在右外野方向打得非常的深远，来到警戒区附近，不过这一球秘密武器啊，澳洲回神击出阳春炮，把比数追成1-2，不过没关系，中华队马上展开另一波攻势。这一球打击出去，在左外野方向，欧吧欧吧，这是一支长打，巨代王曾颂恩，曾颂恩敲出这二垒安打，一口气把比数拉到4-1领先，但还没完。陈晨威这一球反方向游击手接到球之后要往一垒送，在两出局的情况下，中华队打线发挥，第五局陈威成、林立、陈杰宪安打串联，再下一分，以5-1领先。到七局上，澳洲频频失误，中华队手感持续发烫。这个时候打击出去，在中外野方向打得非常的深远，中外野手还在追，还在追，这球出去了，三分炮。林立敲出三分炮，比数扩大到8-1。即便澳洲再敲出阳春炮拿下一分，马西波用啦。哇！结果这一球真的在左外野的方向再飞，再飞出去了。极力击倒巩冠，击出这三分炮，再给中华队一剂强心针，最终就以11-3击败澳洲，夺下前进东京的四强门票。本季12强，中华队保底四强，不只是12强来中华队的最佳战绩，也是奥运经典赛12强三项一级赛事中中华队32年来的最佳战绩。上一回中华队挺进四强，已经是1992年的巴塞隆纳奥运夺下银牌，也期待中华队能持续挺进，在东京继续为国争光。东森新闻中心综合报道。喜乐茶刚到看动下，我是李杜慧，加油 ！I will show you， 爱你呀。回顾中华队的表现，哇，那真的是台湾雄用啦，对不对？中华队在昨天先看到画面上是林立，哇，他单场就击出了5支安打，包含的是这一发全垒打，而且是三分炮。
直接带回来拉大了比分。林立他就说，其实这一次整体中华队的战力都有所提升，因为不想要让对手再那么舒服。好，接下来有展现威力的要看到的是捞哥吉利吉捞。好，昨天九局上半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是大比分的领先了，但捞哥不管，一大棒挥出去了，一样是三分打点回来了。他说其实一直到不被看好，但是呢不用证明，不用跟别人证明自己，自己呢就可以挥出来来表展现好表现。事实上这一次呢，中华队整体的这个表现呢，外界可以说是哦，有一些声音认为不被看好，因此我们就要来看到啊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实际上呢，教练就有话想要来跟选手们来说。先来看到昨天先发投手是郭俊麟，他昨天担任先发投 3.2 局，只掉了一分而已，表现可以说非常好，而且连发了三张老 K 之后呢，也继续的发三振，掉了很多的对方球员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教练龙猫他在赛后就说，其实相当感谢投手的调度，包含了林月平教练还有王建明教练，整个调度呢发挥得非常好，当然投捕的表现也相当的好，所以才能够展现这么好的成绩。而且回顾这四场目前预赛这四战哦，投手群只掉了十分，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。好，当然他也要感谢是在选手们的部分，还有是看到的是四爷陈杰宪昨天呢展现就是盗垒的能力，当然他选球能力也非常好，这四战下来他总共敲出了八支安打，所以哦，就有日本媒体评论说他真的是又有颜值又有领导能力。当然有表现的还有我们第四棒曾松恩觉醒了，昨天也是击出一发长打带回了两分的打点。整体的中华队表现呢到如今真的是非常令人惊喜，全台湾人非常的振奋啊。但是之前是有听到一些包含说中华队是最弱的啊，或者是五号的先发海，所以龙猫他就说其实有听到这些声音，但是非常的荣幸能够跟刚刚您看到这些选手们一起来奋战，克服了难关，现在我们确定要前进东京了，所以要请您持续锁定哦，东森新闻，我们会持续的为您转播。而看到其实体育署呢也有寄出鼓励哦，说因为这一次其实十二强已经是最好的成绩了，要是能够再拿到冠军的话，每个人会有700万元的国光奖金，请您持续锁定了未来的发展。21号我们的首战就会对上委内瑞拉，一起来帮中华队加油打气了。好，以上是这一节的推播，我们再把时间再还给直播。十二场刚刚动下，我是李杜慧，加油 ！I will show you， 爱你呀！